supply is ready, available, then we have a much better chance to deliver those housing policies, one of which is to make housing more affordable. What about fringes of country parks? It's all a matter of trade-offs. If you allow the government to do more reclamation outside Victoria Harbour, maybe we need not touch the country parks at all. But if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 could only do partial reclamation outside Victoria Harbour, then maybe we need to have other sources of supply. 政改方面，林鄭月娥希望喺任內可以落實到一人一票選特首。 Having gone through an election myself, I also appreciate and understand that if the chief executive is selected on a one-person, one vote, then perhaps it will make governance slightly easier because of this people's mandate. So with that, you can conclude that personally, I do wish to se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Within your five-year term. That's my wish,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 is not my control. 佢重申要喺有利嘅氣氛之下，先至能夠重啟政改。包括行政立法關係改善。無線電視記者陳冠高報道。林鄭月娥出席學生交流會，話就算佢想同青年同行，都可以。今天大家依旧可以花一文钱得到一盒六雪糕。而且这一文钱，包括老师特别的承诺，将全部用于救助家庭贫困、独立残疾疾病的患者。 希望大家踊跃参与到活动中，献出自己的爱心，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老难病患者。此次活动具体内容是一次性订购热血方两盒，只需多交一元钱，就可以多个人生胶囊一半盒或一张碰碰卡。那这张碰碰卡呢，在之后的活动期间可以免费领一盒热血方。 而且六姐方依旧是半价价格提供给大家，希望大家切莫错过如此优惠的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可以拨打4008884956，4008884956，4008884956进行参与。以上是广告时间，下面我们还是邀请王涵老师详细为大家讲解。好，下面我们有请王涵老师。 佢又話會承諾出年3月立法會補選會再由參選人嘅資格被取消，因為選舉係由選舉事務處負責。有學生亦都關注高鐵西九一地兩檢方案，社會上好大嘅爭議㗎。點解突然間形容翻舊有嘅制度？你話爭議好大嘅，社會上咧就好多人都係支持一地兩檢啊！我琴日睇到個最新嘅調查咧，就即係89%。如果你話舊有制度咧，就喺而家深圳灣口岸係行緊一地兩檢。 点解唔担心？林郑月娥又话重启政改并唔系社会热门议题，认为市民希望佢先改市民生，唔好做冇把握嘅事。无线电视记者吴子敏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月底开会，预料将会审议中国国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3。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已经就国歌法嘅本地立法进行前期准备。 新华社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今个月30号起一连6日喺北京召开，议程包括提请审议增加香港同埋澳门基本法附件3所列全国性法律决定草案嘅议案。预料将会包括内地今个月起实施嘅国歌法。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当国歌法正式纳入基本法附件3之后，就会开展本地立法工作，而家已经着手进行前期准备，研究点样令到国歌法嘅内容以香港嘅法律制度立法。至于国歌法，香港每日都有接近3000个病人，急需器官移植以满足生命。除咗支持同问候，想卫生署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 登记成为公证者啦，登记咗要将你嘅意愿同埋特质等等提交立法会审议嘅时候，会有充分时间给留意见。无线电视记者陈志豪报道。国际方面，葡萄牙同西班牙分别发生山火，一共造成大约40人死亡，60几人受伤。部分山火相信系由纵火引起。西班牙警方已经锁定几个纵火凶徒嘅身份。 葡萄牙北部同中部山区多处发生大火，几千个消防员出动扑救。当地到10月仍然录得摄氏30几度高温，加上强风令火势蔓延。
但係喺星期日，緊急部門就接獲523宗山火報告，創下十幾年嚟新高。由於山火地區出現大量濃煙，能見度太低，當局未能夠出動直升機灑水救火。山火至今已經造成最少36人死亡，超過60人受傷。葡萄牙政府向塔霍河以北地區頒布緊急狀態令，同時向國際要求援助。而鄰國西班牙西北部的加西利亞自治區山火仍然未受控，至少4人死亡，幾千人要疏散。在沿海城市維戈，居民自發救火，築起人臉混水滅火。氣象部門說，颶風奧費利亞殘餘風力助長伊比利亞半島沿岸山火蔓延，當地有學校需要停課。首相拉霍基星期一前往災區視察，與當地官員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救援安排。由探望消防員。他說自治區內四個省份情況已經有所改善，會調派中央政府人員到當地協助救援。當局相信部分山火是縱火引起，拉霍伊說百多處山火在同時間出現，不可能是偶然現象，已經下令警方和國民警衛軍盡最大努力拘捕蓄意縱火兇徒，一旦縱火罪成，最高可以判監20年。兩國氣象部門預測山火地區將會有微雨，有助控制火勢。無線電視記者陳雲儀報導。愛爾蘭受近60年以來最強風暴吹襲，超過12萬用戶停電，最少3個人死亡。風暴奧費利亞吹襲愛爾蘭南部，海面捲起大浪，風力近每個鐘頭180公里，大樹被吹冧，有一男一女分別在車入面被冧落嚟嘅樹木壓死。另一個男人使用電鋸清理樹林嘅時候發生意外死亡，電線截斷，十幾萬用戶停電。受惡劣天氣影響，首都都柏林機場百幾班嘅航班取消，學校同埋醫院等暫停開放。當局形容呢一場嘅風暴可能係1961年以嚟威力最強，派出軍隊協助防控。風暴預計稍後移向蘇格蘭嘅西部。地中海島國馬爾他一個記者遇襲，在汽車炸彈爆炸當中死亡。總理米斯卡譴責兇徒所為，形容是對新聞自由的野蠻襲擊。事發之後，警方和軍人調查出事的車輛。53歲的加利齊亞不時在營運的網誌上揭發懷疑貪污案件，當中不少涉及馬爾他政客。警方證實他星期一在馬爾他北部莫斯塔村附近駕駛期間被車上面的炸彈炸死，當局正在執捕兇徒。加利齊亞年初曾經指控總理米斯卡涉及貪污，說他太太在巴拿馬擁有公司，並且由亞塞拜疆銀行戶口收受大量的賄款，不過夫婦否認，並且在6月提前舉行大選，加強管治威信。兩個股市繼續創新高，美元匯價上升，金價回落，轉頭回來會有詳細報導。全球野生老虎只剩下大約3890隻。
支持 WWF 嘅助养野生老虎，你可以减少佢哋被无辜杀害。助养老虎每个月只需要$50，就可以支持我哋保护老虎嘅工作。你将会得到一份助养礼包，入面有老虎公仔凭证书，或者将呢份心意送俾关心老虎嘅朋友。助养老虎每个月只需要$50，同我哋一起阻止非法狩猎活动，请立即接2529-2930，或者登入我哋嘅网址。多谢。超级综艺七点半起，除了看重综艺娱乐，更要为人类行善追落。上升，三項主要指數繼續創新高。道瓊斯的平均指數升85點，報2295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升4點，報2557點。金融股跟隨美國國庫債券知息率上升，加上蘋果公司股價做好，能源股亦都跟隨油價上升，大市受到支持。三項主要指數都係連續第二個交易日上升，並創紀錄新高同收市新高。標普500指數創2259點的紀錄新高。市場注視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多間大企業今個星期公布業績。道指上晝中段發力上升，上望23000點，美段創22960點的紀錄新高，以接近全日最高收市。蘋果公司獲證券行睇好，股價升1.8%。銀行股摩根大通股價升近2.1%，美國銀行升近1.6%，保險股 Travelers 升近1.7%。在科技股方面，串流影視網站 Netflix 公布業績前升近1.6%。納斯達克指數創6632點的紀錄新高，收市報6624點，升18點。無線電視記者陸子琪報道。在美國買賣的港股預託證券和本港收市比較，造價個別發展。匯豐控股收市至到77.05元，比本港收市跌2.05元。中國移動78.97元，升2.7元。中國石油股份5.09元，升5元。中國海洋石油10.11元，升1元。中國石油化工5.88元，升4元。騰訊控股355.95元，升3.5元。中國人壽24.09元，跌0.1元。長和100.49元，亦都係跌0.1元。港交所255.87元，升2.7元。聯想集團4.51元，跌2元。串流影視網站 Netflix 上季新客户多過預期，但盈利較預期少。股價在正常交易時段創紀錄新高之後，在收市後電子交易升接近2%。美國訂戶上季增加850,000，較預期多40,000。而國外訂戶就增加445,000，較預期多76,000。上季盈利1.3億美元，按年增加1.5倍，每股盈利29美仙，較預期少3美仙。營業收入增加30%至29.9億美元，較預期多2,000,000美元。美元對主要貨幣匯價向好，美匯指數喺93水平靠穩。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耶倫話：短期通脹將會回升，支持繼續前進加息。加上有報道話，聯儲局下任主席人選之一取代被視為較現任主席耶倫較鷹派的史丹福大學教授泰勒，和總統特朗普會面之後留下良好印象，都支持美元向好。奧地利國會選舉，
下任政府会由保守派领导，欧元亦都受影响。睇下美元最新汇价，日元112.13，英镑1.3254，瑞士法郎0.9749，欧元1.1794，加拿大元1.2513，澳元0.7856，港元7.8072。港元汇价每百日元6.962，欧元9.2086，英镑10.3488，瑞士法郎8.0061，加拿大元6.239，澳元6.1328，新西兰元5.615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32。原油价格上升到两个半星期以嚟最高。伊拉克政府军收复由库尔德族控制嘅石油重镇基尔库克。市場擔心地緣政治緊張影響伊拉克原油出口，油價受支持。紐約油以每桶51.87美元收市，升42美仙，升幅0.8%。倫敦期油收市報57.82美元，升65美仙，升幅1.1%。歐洲主要股市個別發展，英國股市連跌第二個交易日，受醫療設備股沽盤影響，但礦業股受吸納，拖慢大市跌勢。法国股市连续四日跌势结束，德国股市就连升第四个交易日。伦敦富时100指数跌8点，巴黎股市升11点，德国股市升11点。美国国库债券价格下跌，据报总统特朗普睇好可能倾向大幅加息嘅史丹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泰勒出任联储局储备嘅下任主席。咁债市受到影响，两年期国债孳息率曾经升至接近9年以嚟最高。兩年期國債孳息率係報1.542，十年期報2.305，三十年期長債報2.821。金價從三個星期以嚟嘅高位回落，受獲利回吐影響。紐約期金結束連續兩個交易日升勢，而每安士1303美元收市跌1.6美元。倫敦黃金賣出係報1295.98美元。美國紐約州製造業出乎意料加快擴張，速度是8年以嚟最高。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公布，十月份製造業指數升至30.2，係2009年十月以嚟最高。市場本來預期跌至20.7，指數高過零是顯示較多製造商匯報業務擴張。其他消息，天文台一度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天文台在凌晨3: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西贡区曾经录得47毫米雨量纪录，到凌晨4:20取消黄雨警告。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马林教授逝世，终年93岁。马林教授是中大第二任校长，中大对马林辞世感到十分哀伤，并且向他的亲人以致意的深切慰问。马林是生物化学家，亦都是中大日夫书院校董会首任主席、中大荣休讲座教授、荣誉博士及荣誉院士。马林1964年加入中大，直到1978年出任中大校长，1987年荣休。中大校长沈祖仪教授话：马林教授离世，对中大以至系整个本港高等教育界都系重大损失。對於一些嚴重疾病，錯誤停藥會有非常嚴重的後果，白血病就是其中一種。58歲的温女士，3年前腸胃經常不舒服，突然瘦了10多磅，之後證實患了慢性骨髓性白血病。她服用標靶藥控制病情，早前她體重恢復，曾經出現想停藥的想法。有時覺得食藥都很麻煩的，因為我的藥呢食藥之前2小時不吃得嘢，食完藥1小時之後又不吃得嘢。呢兩年幾食藥咧，醫生都話我 OK 嘅。咁我又問醫生啦，咁我 OK 可唔可以停藥啊？咁樣跟住醫生話冇可能咁快停藥嘅喎。1/半白血病患者屬於温女士患嘅慢性骨髓性白血病，本港每年新增大概70宗病例。這個病是源於體內個別染色體變異，製造過多白血球，降低患者的免疫力。初期病徵不明顯，主要突然消瘦，容易攰，後期可能因為感染而出現並發症，例如呼吸道感染引致肺炎，亦都會因為血小板下降令到口腔、胃腸道等容易出血，主要靠標靶藥物治療。
醫學期刊《新英倫醫學雜誌》一項研究話，500多個慢性骨髓性白血病患者接受標靶藥物治療之後，10年存活率超過80%。本港有醫生發現，少部分病人因為沒有出現病徵等原因，以為病情好轉，自行減藥甚至停藥，有機會令到病情急速惡化。呢啲慢性骨髓細胞白血病所轉產生的急性白血病咧，其實那個抗藥性係更加之強，咁、那個毒性係更加之高，咁係更加難控制嘅。慢性期嗰陣時做嘅時候咧，如果你個慢性骨髓細胞白血病就個治療機會有60-70%左右，但係如果你去等到轉咗急性白血病，你先至做骨髓移植咧，其實已經係太遲啦。咁、那個成功機會就係10% 以下。如果唔能夠控制個病咧，就個平均壽命就會少過1年。佢話一般惡化過程只係需要幾個月。無線電視記者趙嘉允報導。跟住社評摘要，交俾你羅玉文。好啊，明報社評。近年政府管治出現了一種勢頭，一碰到爭議困難就嘗試用錢擺平，慷市民之慨。由取消強積金對沖到港鐵車費，乃至延長侍產假等問題，政府面對商界巨企企硬，就索性出錢幫商界埋單。政府花錢需要講立場、講原則，冇理由容許商界巨企卸膊，包底思維絕不可准。文匯報社評，特首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當中提出設立公務員學院，加強公務員對國家憲法、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理解和認知，落實執行基本法，推進一國兩制事業是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因此設立公務員學院既是落實特區的憲制責任，亦都是適應公務員隊伍與時俱進、改善施政的工作需要。《星島日報》社論，包括英國前司法大臣范克林在內的12位外國資深律師聯署公開信，批評本港法庭判商學三子衝擊公民廣場入獄是違反國際人權公約，說香港法治和基本人權岌岌可危。這個與本港法律界以至英國最高法院前法官的見解大不相同，明顯是受到以政治立場先行的人士誤導，但就對本港的司法獨立、國際形象造成影響。天氣方面，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驟雨，雨勢有時頗大。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係28度，吹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漸轉天晴乾燥。红毛药油，六十七倍中药。
去脱寒、止疼痛、调五脏、补气血、治病又强身，是中老年人综合调理的好方法。腰腿骨痛，关节好，生活才能更美好。要是肾虚，前夜睡得安心，那老伴可就肾虚了。爸妈有口福，全家都幸福。红芒药，中华脑字号。红芒药酒，每天两口，好了。生活养天草丹参补生肠，通血管化瘀堵，头晕胸闷心慌。天草丹参补生肠，国药茶对血管好，对心脏好。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做好你保护本事，都要有个好身体。腰痛腿麻，腰椎痛，腰间盘出咗问题，就乜都做唔掂啦。快用树根电腰丸，专注腰间盘，专药专治腰间盘问题引发嘅腰痛、腿麻、腰椎痛。树根电腰丸配方专，四百年陈李济中药嘅老字号，药材好，那客户冧大力十三味药材，去筋骨，去土麻，入脑气不老，全筋腰腿。
峰嚟坐上伊比利亚半岛沿岸山访问完，当地嘅学校需要停课。首相拉霍基星期一前往灾区视察，同当地官员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救援安排。由探望消防员。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佢话自治区内四个省份情况已经有所改善，会调派中央政府人员到当地协助救援。当局相信部分山火系纵火引起，拉霍伊话百几处山火系同时间出现，可能系偶然现象，已经向警方同国民警卫军尽最大努力拘捕从事纵火凶徒。一旦纵火罪成，最高可以判监20年。两国气象部门预测山火地区将会有雷雨，有助控制火势。无线电视记者陈文仪报道。深水埗有天台屋发生火警，十几人疏散。现场系汝州街280号，消防升起云梯搜索有冇人被困，大约有十几个住客疏散到楼下。火警凌晨2点几发生，消防出动一队烟火队开口扑救，大约一个钟头将火救熄。无人受伤，起火原因正系调查紧。有意补充和完善。食物安全中心喺一个台湾大闸蟹样本验出致癌物质恶性超标，业界话内地大闸蟹输港批文迟迟未批，现时市面大闸蟹好多都系内地水货，部分系嚟自日本或者系台湾。原本中秋过后就系大闸蟹登做时间，但呢一间上海食品店仲未见到有大闸蟹卖。铺头话，内地至今都未发出口大闸蟹批文，而家外边买嘅内地大闸蟹都系水货。食安中心近日抽验市面85个大闸蟹样本，就包括内地水货大闸蟹，同埋嚟自日本北海道同台湾台中，84个都合格。唯一唔合格嘅样本系嚟自台湾桃园嘅养殖场，验出致癌物质恶性超标0.5倍，有问题嘅两个批次已经封存，冇流出市面。中心亦都要求本港兩個進口商暫停再輸入有關養殖場的大閘蟹。有業界話，今年內地大閘蟹豐收，但係即使內地部門發出批文，最快亦都要下個月中先至可以應市。呢個真係個政府啦，同埋香港漁民大家都共識到個分聚漁民嗰個程度咧，同埋個方面都係達標。銷售商話：台灣同日本貨源有限，加上而家有台灣大閘蟹樣本出咗問題，影響入貨信心。無線電視記者趙嘉文報導。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宴請立法會議員，有10个非建制派議員出席。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上任後首次在禮賓府設宴招待全體立法會議員，有48人出席，包括建制派多個政黨的議員，來自非建制派的還有10人。同林鄭月娥同台的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說，直接反映了對重啟政改以及土地房屋政策的關注，都不會期望一個這樣的是宴會的場合是真正是獲得一個有效的回應的，但是我覺得保持住那個的是溝通的門路，以及政府有意識有意識地有意義地是會與我們的共商，其實這個是很重要的過程，而希望就是在之後的討論會更加可以具體。公民黨說向特首要求修補社會撕裂，副市民對於林鄭上台呢其實是有個合理的期望，是能夠補貼過去5年的撕裂，社會上提醒特首社會的撕裂和深層的矛盾能夠掃落地之底都沒有發生。民建聯歡迎特首同議員交流，都是很難得的機會交流。这次的会是我们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展开了一次十分重大的改革，这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历史时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另外林郑月娥在五年前说，礼宾府作为法定古迹，当局用了近900万，主要做保养工程。过去的五年是不平凡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这个新起的休憩用地会在稍后的开放日同颁授仪式给嘉宾和市民有多个现场的地方。我是电视记者陈燕。
美國總統特朗普堅持強硬對付伊朗，威脅全面終止核協議。而歐盟多國外長就表明會繼續執行伊朗核協議。歐盟外交事務主管下個月會出訪華盛頓，爭取美國國會支持。上任總統將近九個月的特朗普日前表明會向國會確認伊朗履行核協議，並且指責伊朗違反協議，引起國際社會迴響。他星期一與捷克共和國會議嗰時就強調自己決定冇錯，因為德克蘭政府多年嚟喺談判期間獲取利益，特朗普更加警告可能全面終止協議。I'm tired of watching it, but the Iran deal was something that I felt had to be done, and we'll see what phase two is. Phase two might be positive, and it might be very negative. Might be a total termination, that's a very real possibility. Some would say that's a greater possibility. But it also could turn out to be very positive. We'll see what happens.決定力新制裁伊朗，而歐盟28個成員國外長就喺盧森堡開會，表明會繼續全面有效執行伊朗核協議，否則對地區和平帶嚟嚴重後果，亦都影響壓制北韓嘅野心。歐盟外交事務主管霍漢里尼就計劃下個月初訪問華盛頓，尋求美國國會支持伊朗核協議，唔好制裁德克蘭。特朗普面對伊朗北韓嘅外患，仲有共和黨嘅內憂。前白宮修訂策略先班龍抨擊部分共和黨人，包括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講話總統特朗普施政揚言要向黨民主流派宣泄。特朗普同麥康奈爾喺白宮見傳媒嗰時就咁樣強硬關係。Senate Majority Leader Mitch McConnell, who has been a friend of mine for a long time, long before my world of politics, early into his world of politics, I think. My relationship with this gentleman is outstanding, has been outstanding. 特朗普就話巴倫係佢嘅好朋友，話對方忠於自己嘅想法去做，佢表明會私下同巴倫傾下，避免令到共和黨人憂心。保持電視記者專注力量。美國聯儲局下任主席有新嘅議會人選，中石油中石化據報計劃入股沙特阿拉伯國營石油公司。轉頭翻嚟會有詳細報導。把各
各阶层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这个限定给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民主，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和奋斗。要監管出咗問題，就馬上做唔掂啦！凡從書根變謠言，專注要監管，專著專治要監管問題引發嘅要求。佢話：要追同書根變謠言，回放住四百年殘地制，仲有老字號。藥材好，那黑老虎偶大了十三里藥材，強筋骨，吹風麻，又攞皮骨攞，全靠腰腿骨，輸筋健腰丸，專注腰筋骨，對唔住，輸筋健腰丸，廣州白雲山陳皮製，國水中藥，將心全城，四百幾年啦。常委會第一百零二次委員長會議昨天在京舉行。会议决定，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10月30号到11月4号在北京举行。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委员长会议建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的议程包括：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继续审议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标准化法修订草案。首先我们家的我一家讲一说我看讲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关于提前审议刑法修正案实草案的议案，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关于提前审议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前审议全国征税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前审议会计法等十一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的议案等。委员长会议建议的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批准中国和亚美尼亚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议案，关于提请审批准中国和阿塞尔比亚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议案，国务院关于草原生态美国联储局下任主席之争再出现新嘅影响人选。据报总统特朗普睇好史丹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泰勒，系佢可能倾向大幅加息，睇法未必同特朗普相同。正当外界以为下任美国联储局主席系现任理事鲍威尔同前理事沃尔殊之争可能突然杀出一位黑马，彭博引述消息话，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同史丹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泰勒会面大约一个钟之后，对佢印象好好，消息形容系赞不绝口。报道话，特朗普过去不时都揾同自己关系好嘅人进入政府，而且70岁嘅泰勒亦都符合联储局主席嘅多项要求，例如学术上佢创立泰勒定律。以通脹和失業率做制定貨幣政策的基準，在現在全球主要央行決策過程的主要參考。他從政經驗亦都豐富，不單止做過3任美國總統的經濟顧問，另一個2005年更加是財政部負責國際事務的助理部長。泰勒過去不時批評聯儲局的決策，包括認為透明度不足，但是根據泰勒定律推算，聯邦基金利率應該升到超過5.7%，同特朗普支持的低息政策似乎相反。至於原本大熱門之一的沃爾殊，據報在白宮入面支持度下跌，可能由於學術背景不夠其他人選深厚，而且他做聯儲局理事期間在經濟等的睇法都遭到多個經濟學家批評。不過這是否等於今年2月任期屆滿的耶倫肯定不會獲得提名連任呢？未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特朗普星期四会同耶伦会面，讨论联储局主席提名的事，到时他可以争取特朗普支持。除了主席，现在联储局理事会还有3个空缺，据报特朗普考虑提名在他竞选嗰阵总经济顾问、现任财政部助理部长马尔塔斯，填补其中一个空缺。无线电视记者王文兴报道。有报道话，中石油同中石化嘅核股沙特阿拉伯国营石油公司沙特阿美，路透引述消息话，中石油同中石化已经向沙特阿美表达有意入股，计划原本公司计划上市时候出售嘅5%股权，甚至更多。主要因为中国系沙特石油出口嘅主要买家，希望借入股确保供应充足。据报，南韩、日本同俄罗斯嘅主权基金亦都有意入股沙特阿美，但沙特阿美未决定系咪出售同出售多少股权，亦都可能当作引入基础投资者之后再上市。中石化同中石油都拒绝评论报道。
原油價格上升到兩個半星期以嚟嘅最高。伊拉克政府個軍修復由本身控制嘅石油重鎮伊爾庫克，市場擔心地緣政治緊張影響伊拉克原油出口，油價受支持。紐約油現每桶$51.87收市，升42美仙，升幅0.8%。倫敦期油收市報$57.82，升65美仙，升幅1.1%。学理论的热情是什么？纽约股市连续第二个交易日上升，三六五指数继续创新高。道琼斯平均指数升82点，报22,950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升4点，报2,557点。今日股跟随美国国库债券息率上升，加上苹果公司股价做好，能源股都跟随油价上升，大市受到支持。三行主要指数都系连续第二个交易日上升，并创纪录新高同收市新高。标普五百指数创2,259点嘅纪录新高。市场注视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多间大企业今个星期公布业绩。道指上昼中段发力上升，上望23,000点，美段创22,960点嘅纪录新高，已经系全日最高收市。苹果公司获胜转行睇好，股价升1.8%。银行股摩根大通股价升近2.1%，美国银行升近1.6%，保险股 Travelers 升近1.7%。在科技股方面，串流影视网站 Netflix 公布业绩前升近1.6%。纳斯达克指数创6,632点嘅纪录新高，收市报6,624点，升18点。无线电视记者陆子琪报道。在美國買賣的港股與國證券同本港收市比較，造價個別發展。匯豐控股收市跌入77.02，比本港收市跌2.05。中國移動78.97，升2.7。中國石油股份5.09，升5。中國海洋石油10.11，升1。中國石油化工5.88，升4。騰訊控股355.95，升3.5。中國人壽24.09，跌0.1。長和100.49，亦都係跌0.1。港交所255.7，升0.7。聯想集團4.51，跌0.1。串流影視網站 Netflix 上季新客户多過預期，但盈利較預期少。股價在正常交易時段創紀錄新高之後，在收市後電子交易升超過2%。美國訂戶上季增加85万，較預期多4万；而國外訂戶再增加445万，較預期多76万。上季盈利1.3亿美元，按年增加1.5倍，每股盈利29美仙，較預期少3美仙。營業收入增加30%，至29.9亿美元，較預期多2,000万美元。歐洲主要股市個別發展，英國股市迎接第二個交易日，受醫療設備股高盤影響，但礦業股受吸納，拖慢大市跌勢。法國股市連續4日跌勢結束，德國股市就連升第四個交易日。倫敦富時100指數跌8点，巴黎股市升11点，德國股市升18点。他们会密切关注十九大的进程。美国的负债券价格下跌，据报总统特朗普睇好可能倾向大幅加息的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泰勒出任联邦储备局下任主席，债市受影响。两年期国债知息率曾经升至接近9年以嚟最高。两年期国债知息率系报1.542，十年期报2.305，三十年期长债报2.81。人民幣公司的收市價是報204.26人民幣，總成交超過115億。倫敦黃金收市價是報1,294.96美元，成交超過111億。本港外匯基金票據方面，兩年期票據息率是報0.9130，三年期報1.154，十年期報1.702。股市交给你了，是正忙着招揽旅客。好啊，他
上報社評，市場上個星期傳出中央有意透過特別管理股持有騰訊、新浪微博同埋阿里巴巴旗下公司嘅1%股權，並會派人擔任董事，參與日常管理。中國對互聯網嘅監管比起歐美走得更前，根據國情堅持有序發展無可厚非。至於點樣平衡國家安全、社會效益、企業利益，尤其係已經上市公司嘅股東利益，的確係考驗當局嘅智慧。經濟報社評，在外界認為內地下半年經濟會減速底下，人行行長周兆川在中共十九大召開前夕突然說下半年有望7%的增長，令人相信十九大人事底定，加上經濟增長有力，中央將會加力挺進經濟改革。大公報社評，特首林鄭月娥在禮賓府設宴招待立法會議員，泛民方面亦都有九個人參加。林太第一份以經濟民生為主的施政報告發表之後，各方反應良好。泛民如果繼續玩重啟政改那一套的伎倆，在經濟民生事項上繼續當南老虎，而不是一個合作者，這樣最終被市民唾棄的只會是他們，而不是政府。各位早晨，欢迎收看呢一节天气报告。唔该，李凤莹。香港今朝落咗一场大雨啊，一齐睇一睇雷达图像。喺雷达图像咧就见得到啊，今朝咧啲强雨区咧就系扫过香港。天文台三点零钟嘅时候一度咧需要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不过本身嚟讲，主要嘅雨区咧已经移咗去香港嘅西面啦。预计我哋日间嘅时候咧都可以见翻啲阳光。嗱，主要系几个方面啊，天文台大部分地区都录得超过30毫米嘅雨量记录，而喺西部咧同埋喺九龙东附近甚至系录得超过50毫米嘅雨量。至於温度方面啊，今朝6:00嘅時候，各區嘅最低氣温普遍咧就係介乎喺21度至到去25度之間。嗱，另外提一提大家啦，一股集強風程度嘅偏東氣流正係影響緊廣東沿岸地區，天文台咧雖然發出咗強烈季候風信號。至於長洲嘅天氣預測方面啊，今日咧係大致多雲，初時咧會有驟雨。日間咧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咧會上到去大約28度。風勢方面咧係吹清勁嘅東至到東北風，初時嚟講咧會係吹強風。嗱，主要嚟緊有幾日嘅天氣咧係天氣預報圖，我哋見得到啊。預計嚟緊有幾日咧，華南地區咧逐漸咧會係受到一股較為乾燥嘅大陸氣流影響。預計呢股大陸氣流咧會港區帶翻啲普遍晴朗嘅天氣。嗱，另外見得到啦，喺亞盤島附近嘅熱帶氣旋，預計嚟緊有幾日咧會逐漸增強，並且咧就係移向台灣以東嘅海域。保持一定的距離，暫時咧就冇直接嘅影響。所以展望翻啊，我哋預計嚟緊嗰幾日天氣咧會係漸轉天晴同埋乾燥。呢一節嘅天氣講到呢度，再見。最低有关入息水平已经提升至7,100元。
目前我国秋粮收入并不与上扬，但个人的水平虽以为粮食要共存，仍是一个既固也新。中央学院酿酿在农业生产局将又干一种共同与共同部门，中高层啊，地的干扰共存啊，如果那个不与上扬。在呢個水平或以上就唔受影響，有疑問就聯絡受託人或積金局。袁隆平做媽咪超開心啊！啊！爸爸，眼臭仔又搞到我頭都大埋。好彩有雇員在培訓局培魚一站服務，佢哋嘅培魚員都係臭仔專家，教識我好多臭 BB 嘅技巧，又幫我安排好彩魚餐啦。我同老公嘅壓力少咗，白夢都識得笑啦，服務仲免行政費添啊，遲啲用埋佢哋嘅嬰幼照顧服務，香味。咦，呢個咧？你哋打仗又叻嘅，投資又識，左轉右轉，系谨慎而行之真，想买投资产品，先要了解佢嘅特性，考虑潜在回报，仲要考虑潜在风险。因住蚀晒啲钱啊！就算听咗专业意见，你自己都有责任了解多啲噶。投资前问清楚，谂清楚，为咗保障自己嘅利益，唔了解嘅产品就咪投资啦。流行性感冒系有机会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核磁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做翻香港嘅嘢，辛苦啦！辛苦啦！编辑黄永信、张朝富、张彩，主持李正哥。开会门前执齐晒啦！邀请客户端，咁你想我今朝外游系入嚟接你啊？实名微博，系啊喎！登记外游提示服务系免费噶，不仅提供联络电话同行程，就可以收到政府最新嘅外游警示。遇到紧急情况，政府仲会联络我哋，寻帮我哋添。个单位究竟几大，同埋几钱？依家一手楼先叫实名认证。表达面积同尺价。我投资人前没有签了详尽的售楼说明书，三日前有销售安排同价单，全部资料同埋成交记录，都话你买同办事处，同埋网上揾到添，清楚晒。一手住宅物业销售条例已经生效。欢迎收睇《食正安心》，想知点解安全食材？睇下以下几位人士点讲。我做食材买手呢行咁耐，只要有火烤炉、上炉房，我日厨四十年，话你知。唔需要睇食物标签。我做大厨咁耐，从来都冇用变坏咗嘅食材。先同大家睇天氣，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沿岸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晴乾燥。跟住係今朝早嘅重點新聞。西班牙高等法院翻嚟扣查兩個支持加泰自治區獨立嘅民間領袖。今天是2017年10月14日，星期人大常委會全體會審議將國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特區政府話已經開始本地立法前期工作。What allowed the government to do more regulation outside Victoria Harbour, making the museum need not touch the United States at all?林鄭月娥話：必須要有足夠土地，先至可以推行房屋政策，善用商家填海係適當之一。詳細內容：西班牙高等法院翻嚟扣查兩名支持加泰羅尼亞獨立嘅民間領袖，調查佢哋係咪煽動叛亂。至於被調查嘅加泰院副首長，繼續面被羈押。兩名組織領袖星期一出庭應訊之後，離開馬德里嘅高等法院。之後法官翻嚟扣查兩人，話佢哋同另外兩名警員同上個月有示威者衝擊政府大樓有關。
即係要查證人係咪觸犯煽動叛亂罪。至於警察首長特拉佩羅同日出庭應訊，法院拒絕控方要求喺調查煽動叛亂期間拘押特拉佩羅，但係命令要佢交出護照同埋政治離境。上個月有支持加泰自治區獨立的示威者衝擊巴塞羅那政府大樓，控方話特拉佩羅當時未有下令復數，仍有被困的部分警衛隊員。特拉佩羅目前仍然被當局調查，但未被起訴。全國人大常委會年底開會，預料會審議將國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葉德權話，已經就國歌法的本地立法進行前期準備。新华社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今个月30号起一连6日在北京召开，议程包括提请审议增加香港和澳门基本法附件我哋全国性法律决定草案的议案，预料将会包括内地。